李小璐晒甜心近照，黑到差点认不出，网友只给自己开美白滤镜。网红都想成为明星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也有不少明星在渐渐朝着网红方向发展，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女星李小璐。最近几年，李小璐的心思更多的放在了自己的服装店上，而不是演戏上。她经常晒出自己穿着新品服装跳舞的视频，能看出李小璐的身材和整体的舞蹈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而就在近日，李小璐晒甜心近照，如今的甜心真是黑到差点认不出，网友看见以后纷纷调侃说，李小璐这是只给自己开美白滤镜了。能看出李小璐和甜心的肤色相差的非常多，李小璐白到发光，而甜心却和小时候一样皮肤黝黑，并且也能看出来，母女两人虽然长相有点相似，但和李小璐比起来，甜心的颜值还是低了一点。说说甜心的肤色是被李小璐比出来的，但是看看这张甜心一个人的照片，是不是更能看出其实甜心这肤色是真的很黑呢？